小朋友们好，我是林老师。通过上节课的学习，我们知道了要做好课前准备，养成课堂学习好习惯。今天我们将继续陪伴着大熊，寻找更多课堂学习的好方法。瞧，我们的老朋友今天兴奋极了，原来他在贴鼻子游戏中大显身手，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吧。小朋友们瞧，虽然第一次我贴的歪歪扭扭，可是第二次就成功了，嘿嘿，我很厉害吧？哎，明明是一样的游戏，大熊怎么进步这么快？莫非是学会了透视的本领？才不是呢！第一次，我想自己贴，蒙上眼睛以后，左摸摸右碰碰，想了好久才贴上去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第二次，朋友们在旁边指挥我，帮助我，我很快就找到了正确的位置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大熊为什么会成功吗？朋友们愿意帮助大熊，大家一起告诉他鼻子应该贴在哪。大熊第二次贴鼻子，没有凭着自己的感觉，而是相信朋友们的话。是呀，你们真会思考。大熊的成功离不开朋友的配合，为了同一目标一起努力，这就是合作。说起合作，大家有和小伙伴一起努力做一件事的经历吗？开动小脑筋，想一想吧。来听听小朋友们的分享。老师，体育课上，我们一起练习跳长绳，大家的配合越来越默契，最后还在运动会上获奖了呢。语文课上，我和同桌一起背诵课文，我们相互鼓励，现在背得可流利了。还有英语课。我们一起讨论，一起练习。我现在敢开口大声说单词啦。没错，大家一起学，不但能提高效率，还能让我们收获友谊，获得快乐。不过，合作二字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一起去大熊班里瞧瞧，你就明白啦。真没意思，讨论什么时候结束？我的方法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来说。哼，才不和你一起讨论呢。看，这都是小朋友们合作学习时的场景，请你来做小老师，评一评他们的做法正确吗？说说理由。不正确。第一幅图里的小朋友在开小差，他对同学的话不感兴趣。第二幅图里，小朋友没等同学把话说完，就打断别人。第三幅图里，小朋友和同桌闹矛盾后，就不愿意合作讨论了。没错，小朋友们，尊重是相互的。如果你不想参与，不愿倾听，不肯沟通，小组合作就难以进行。原来小组合作也有这么多学问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一起来听听小朋友们的金点子吧。我们都是小组成员，应该一起讨论。没错，合作时可不能光听不说，要积极参与，勇敢表达。
但讨论时，大家常常会冒出不同的想法，这时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不能急着打断，要先耐心听一听同学的想法。没错，学会倾听不同观点，这说不定会给你带来新的启发呢。如果不同意别人的想法，要友善地说出自己的感受，千万不能争吵。合作学习时，不同想法的碰撞能带来更多思考，但过程中一定要友善沟通。小朋友们的金点子可真不少，恭喜你们成功找到了合作的三大法宝。其实我还有许多合作的好方法，就藏在一段视频里，请小朋友们竖起耳朵，擦亮眼睛，一起来找一找吧。要不我们来商量怎么给爸爸过生日吧？你先说，你再说，你最后一个说。我现在我知道我的方法是，我知道，让我先说，按顺序来。OK， 我知道了，我也在打断他了。我的方法是，我想给爸爸买个蛋糕。我的方法是，我想给爸爸买个心愿贺卡。我不好意思说。不要害羞，没事，我们都听着呢。加油！我的愿望是，我想给爸爸买个剃须刀。谁发现了其中的小妙招？我们可以按照顺序发言，保证人人参加。有序发言，这可真是个好主意。不过，常常会有小朋友忘记发言顺序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遇到抢答的小朋友，可以相互提醒。要是同学害羞，不愿发言，我们也要多多鼓励。是呀，你们一定是做到了仔细看、认真听，才能发现这些藏在视频中的小妙招。如果身边的小朋友还没有找到合作的方法，我们要注意提醒，为他们加油鼓劲。收下这些小妙招，我们一定能在互帮互助、合作学习中共同进步。在你们的帮助下，大熊的班级找到了合作的乐趣。瞧，他们正在一起商量，要举办一场热闹的作业展示会呢。不过，大熊看上去闷闷不乐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怎么每次都是轩轩得到小红花，我差在哪里呀？看来大熊很不服气。那就请小朋友们也来当评委，评一评哪份作业更出色吧。我喜欢轩轩的作业，一笔一画真工整，大熊写的歪歪扭扭。大熊的本子脏脏的，轩轩的本子看起来很整洁。为什么轩轩的作业会得到一致好评呢？让我们借助哆啦 A 梦的任意门，一起去他家里瞧瞧吧。先开始做语文作业吧。身坐正，背挺直，写完了，我检查一下吧。这个勾有点出偏了。小朋友，你们在轩轩身上学到了什么？写作业前记得收拾桌面，放回不需要的文具和课本。
我们写作业时要做得端正，写得认真。写完作业不要急着合上本子，要学会检查。你们的小眼睛真闪亮，一下就找到了轩轩写作业的小秘诀。是呀，以后写作业前记得先清理桌面，写字时要端正姿势，一拳一寸一尺记心间，作业后也别忘记认真检查哦。其实作业形式多种多样，除了刚刚提到的书面作业、体育课的练习、自然课的实验、音乐课的合唱，这都是课堂作业。下面就请你戴上放大镜，仔细瞧一瞧哪些小朋友没有认真对待作业。请小朋友们说说自己的发现吧。第一幅图上，同学们都在认真做操，那是有两个小男孩在追逐打闹。第二幅图，小朋友们正在唱歌，一个小女孩在玩书包。真厉害，任何小动作都逃不过你们的火眼金睛。希望以后同学们都能遵守纪律，认真对待所有课堂作业。不知不觉，我们和大熊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学习时光，他有话想对你们说呢。谢谢小朋友们的陪伴，通过两节课的学习，我了解到不少课堂好习惯呢，还编了一首儿歌。我们一起读一读：找书本，背文句，铃声响，坐端正，互帮助，会合作，耐心听，勤思考。小朋友们，希望这些好习惯能够一直陪伴你们，帮助你们感受学习的乐趣，体会收获的快乐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再见。